OK，我要是想赢，就得抓紧时间了。全军出击！把我的头放下来，看看俺们上把那把打没打完啊？还没打完呢，还在游戏中呢。这一切比梦还美好，而且还是真的。这上路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杀口上单啊！风雨一如真。甲。甲，甲，你像个精神病似的你，你在这儿干啥呢？你不用在这儿跳，我不带上去的。甲，Q 闪，你不在那挺能跳的吗？太笨了！还跟我在那游泳啊？还游泳？谢谢凌晨开始站岗，谢谢波纳托，谢谢波纳托的星空卡啊！感谢。他跟我在这游泳，明天就24级牌了，可以不拿头。用的就是这把剪刀，而现在他能剪的东西不一样了。没关系，莫干辣永远赶上不到我们，你放心吧。我感觉活力满满。一个兵也别补啊！我看你这 AP 小丑能有什么用？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你不挺能游泳的吗？游啊！够胆你就再试一次。你跟人家那美服小丑学，你学得会吗，兄弟？他跟我在这游泳。技能冷却没打开，回家了。来，峡谷制造者，我也一定可以做到。玩美服吧。那怎么老有兄弟让我玩美服呢？那美服不能玩儿，
没有搁中国玩美服的，那玩不了。你自己没玩过吗？一切挣扎都是值得的。这些塔楼看起来很坚固，推倒的时候肯定很好玩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 为什么所有的游戏都去玩台服，都去玩什么日服，玩韩服？因为不卡，你美服太卡，没法玩。比起眼下，我忍受过更加糟糕的事情。夹夹，十块。夹走一段大死了。收兵，心跳飞扬的景象令我忍不住微笑。你干哈呢？哎呀，走呗。哇靠，这个 EV 啥没过墙啊，这不科学。这把得水银还。我还不能放弃，现在不能，永远不能。太厚了，建模都能译过去，我干啥译不过去啊？虽然人们都说那是食人的黑雾，但我感觉却不一样，温暖、安全，仿佛什么都不能伤到你。哎呀哈！赶紧吃他打皮。我夹。夹。夹，小夹一手。夹，再平 A， 平 A， 一夹，夹，没点烟。Q 闪夹一夹，打换六一开。哎呀，痛！谁来也没用，谁来我也得把他一些塔拔了。回家了，我们无敌了。
还不走，要来人了，来就来呗，无所谓啊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走，中单杀个兰博。哎，这边有个泰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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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把泰坦包了，扫一下。哎，泰坦不见了，插个针眼来，来中路蓝包可以杀。我能感觉到。一夹扎你，夹再扎，平 A 再扎。你们先玩，我去上路收兵。伤害好高啊，虚虚有点高啊。这一个坑能杀后排兵。他们想要阻止我，那就假走找蓝博的。来一假假假，你要找裁缝吗？真急，莫嘎娜来了，撤一手，好大。蓝博的妹子不好杀，假装往下走啊！这波轻扶着我，真是惬意。这种感觉我好舍不得，我也不会放弃。在这挡一会儿，别着急啊！这蓝博可以杀。来，大一段一上来夹二段，再夹三段大。我夹，这抠闪咱属实是没啥办法，兄弟，抠闪那你说你怎么办？我一夹夹夹走，没蓝了。我看能不能打他个红啊！好，打完红我撤了啊！出发吧！2200，差点钱呢，差一小波兵。2260，差50。你们觉得这英雄带凯旋好还是带气定神闲好？是不感觉还是得气定神闲，这些英雄但蓝都不太够。完了，我这夹不死后排兵了。
回家啦。先来个这个，没人敢说自己的人生很轻松，但可以肯定这就是他的迷人。这是蓝凯吗？啊，是蓝凯。来来来，支援一波，大树别着急啊，对面可能要开小龙，我看一眼来，我看谁敢开这条龙。终于，我将可以体验这世间的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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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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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到了。我一扎一下，夹，再扎。闪现夹夹夹，靠！没得用，哥温不受影响。杀了，漂亮！你的亚洲捆绑呢？好了，回上路收兵吧。你看你没蓝，你野他干什么玩意儿了呢？沙口挺能拆呀。我把他上了二塔拆了吧，省得这沙口一直带线。黑雾不会伤人，我保证。我大一段夹 A E 夹大二段夹夹大三段再夹一走，人有点多。还是得要个沙漏啊。沙口快捆小兵，走找沙口去。轻抚着我，真是惬意。这种感觉我好舍不得，我也不会。在这等沙口啊，我估计这沙口得一直推，在这等他。没推。沙口好像是无敌了，你拉倒。他是个屁的，他92个兵12级就要无敌，那我170个兵14级岂不是起飞了？天，干哈呢沙口？
一段大侠点燃。这莫甘娜有钉，我没来个钉。抠他！哎呀，这个笨！不行，你就 A 泰坦呗，他又没有伤害，他就是肉一点儿。A 他吸血吧。出个绿甲好像是可以哈。几块碎布就能创造出美，所以我在这里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。这边可以打，我马上到。一甲一段大甲甲甲，二段大甲甲一甲，三段大刺死。夹啊，把溜一闪现夹，好，哎呀有点烦呐。小黄毛装备有点好啊，把小龙拿了，我们家几条龙？我们家一条龙，还能拿一条啊，可以。那都没有伤害，怕啥呀？除了能放点盒还能干啥、啊、你说谁的小龙啊，我们家的。接下来会怎样由我来决定，跟我来。我这虚区老高了，打着龙。走，找小黄毛的。我听说你装备很好啊。脚。这可真没办法补好了。打大龙怎么这么快？那。伤害高啊，就快 Q 技能百分之百掉血，肯定我装备好，虚区高，这些塔楼看起来很坚固，推倒的时候肯定很好玩。有蓝吗？没有。美甲窃魂卷咱就不要了啊！来个振奋。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决心，但不重要，没人比我更坚定。对面五个 AP， 来个紫炎之力吧，再。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太高的伤，太多的伤害装，那个猫子啥的可以不要。
往前夹一下。他们想要阻止我们，让他们继续努力吧。假的呀，哎，他假的怎么好那么快呢？够，太爽了，这 W， 哎呦我天哪，太舒服了。我这钉到现在都没用过呢，给我洗澡。咦，小黄毛又在上路出现了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小黄毛心态爆炸了。哦，跑得挺快。你觉得你能跑得过我吗？啊，你觉得你能跑得过我吗？哪去了？哎，算了，跑跑吧。关键我不知道他逃跑路线呢，我不知道他上哪去了。这人，他没往下走吗？他往上走的呀。他跑得过个屁！我都没爱交闪现，逃跑吧。你没发现我没往没闪现没交吗？我没爱交闪现杀的，还能跑呢？交闪现他上哪跑的？为什么刚才我动不了啊？我的人呢？来个法穿呢？来不来法穿呢？看看他们家有没有魔抗吧。哎呀，莫干蜡出美甲窃魂卷。我们可以也能出美甲窃魂卷，法穿吧，来个法穿，增强一下我的虚虚能力。哎呦啊，虚虚有点高啊，莫敢拉。大龙，我看这
我的金身没干过他的金身，我操！哎呦我靠，这老些钉，哼！钉挺多呀。我还以为这就结束了，可我还在，我还活着。我要是想赢，就得抓紧时间。毫不犹豫。打个红去吧。我决定一会儿 W 就慢点开，哎呀，不用慢点开，这玩意儿11秒吸地，其实挺快的。行，来，可以打一段大，打半溜 ，A 一夹夹再夹夹夹二段大夹夹一夹夹叮，三段大夹一夹，打大龙啊！你觉得打大龙有必要吗？你俩打，不行。今天最适合动手了。小龙，我去把中推了，啊，然后你去小龙。我觉得我的韧性不太高，我们可能还得来一个这个韧性装备。我也一定可以做到。来个这个装备可以。现在我有48的韧性。打龙。开开开开开。开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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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可以无伤打大龙，怎么的呢？啊，怎么的呢？叮。你们跟我打啊，你们很喜欢跟我打，确实当下才是最美。我给你夹一夹。